直接推吧，打劫时前期最好直接推，不然见了。想偷点我，点我试一下。就 A A 八百，他两个技能能打八百，这么夸张 ？Q E 没击飞到他好像。征服者杰斯，伤害还是太夸张了，这个。他数值是离谱，他二级一套能打你八百，挺夸张的。二级一套八百，你二级都没有八百多血，他一套能打你八百，是真挺夸张的。系统局吗？远程好难打，远程英雄。其实这个线可以不推，但我还是要推，推的比较好。这推的可以买很多装备。这个线给他卡都没事，搞了个萃取。一定要推这波线，能推就尽量推，推了这一波对线买的装备很重要。哇，这清兵这么快的。他没买什么装备，一波技能就清完了。这基础技能是强。真的很夸张啊，这英雄。变形态加四十秒，
我女朋友做饭吗？没有，她在旁边。她给你发一个凤毛。嗯。来，以前我们在白。以前还觉得黑猫不丑。W空的，好可惜。 好好好，没搞，天魔第一剑出假修，不出假修第一剑，第一剑不出假修。嗯，然后弹幕有回答的三次，第四。 他之前就没有过那种加移速跟法穿在一起的装备，就算第一件。他就是复制世界的。
他们真的没看见我，他们超级出色。那你们俩配，大家第一时间出来做起来，我感觉潘森这个版本也挺恶心。对，伤害很高。他吃到那个版本就那个很恶心。他穿两个人是那种，哇，伤害打不了一点。五六双血，几百块的装备，对吧？嗯，反正恐怖。而且后面那个辅助是别那个别到了也可以选，你选一个。对，我看老姐她做那个是相当老姐，就血明确实装备有用。 好像不是很怕杰斯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求你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操！他画阴刚路，还不点的？不来这里。画阴刚路。 派克哦，这派克没最近没怎么看到，不知道也恐怖，应该他们派克了没？怎么看到？带着音响，还真不是很怕杰斯，真的。 神话装备那杰斯太夸张了，他，你不管杀多少次，他只要那星虫或者木刃出来，打你跟玩一样，真的。就一套技能你就死了，你不死也快死了，就很莫名其妙的。你不知道他伤害来源是什么，而且他主要他不空伤害，主要是。阿姨，好的不学，尽都我敢学。 就学，攀升，攀升是因为他技能组简单，他技能机制很简单，对，攀升机会不攻击。电刀妖姬，他怎么不出一批呢？ 抽一下，抽一下，真的好看。不消化，不消化。嗯。太稳定档一把。这其实太，这太短平衡玩了，我感觉。他前面看到那个的时候，他觉得你能操作吗？他直接R，他很果断。他第一时间先 R 的，他钩子好像钩空了，但是直接R，结果R也挺稳定。但岩穴飞过去之后又被。确实。我的心中存有黑暗。 两件幽梦出来，再来个。不到。AD现在环境很不好，活不下来。
搞不懂队友我在的时候不打，我走的时候他又去打，很怪，他又打。反正打输可以问上单为什么不来。AD 现在的环境是我的一个炮车朋友。我，你们不是抓剑魔了吗？他怎么从后面出来的？吸过来了，不是。猫猫重用号。猫猫宠物号。好的，好快。而且露露出装也挺好的。他主要傻，傻还有些东西。行了，这个就好一点。你刚刚死，他被挂 E 了吗？哪里？露露。应该挂了吧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前面挂的。我感觉为什么有点刺了？紫皮大蒜似的。Q 我打到 A 就死，没事，小问题。他把队伍都交了。你旁边那个像不像露露？还不像，我只是玩，不代表我像。但是这个版本露露挺厉害的，当然会。有保人什么的，又能特技技挺强的，一剑直接相毒，然后后面看情况是骑士啊，穿越士的。妈妈，你还打？再打？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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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？他死了，这塔全吃不到了。他一直300块让他值钱了。剑魔肉吗？我不出肉。你们到时候会明白我是对的。你们放心，到时候你们会明白我出穿甲是对的。太在乎别人怎么说你，知道吗？一般否定都是大多数否定你，哪怕你真的做到了，他们也会说。哪怕你做到了，他们也会说。你只是什么什么而已，运气好什么，很正常。但我不行。有人说出穿甲脆。嗯。我讲完之后我怎么出来？哦。嗯，我这么讲的。我看一下，童话。就是。就是我从 S9 到现在开始创造的装备几乎就说了好多年了，就我不会太在乎这些说你
有问题的这些装备的声音，我看不到这些东西。菜单挺会玩的。对。刚才还回头 A 了一下那个怪，那个人定在原地。我定的话有点危险。剑魔不需要突入，英雄不需要。被地融化了，我穿甲大概60多。用这些粗糙的材料拙劣的重构，不超过肉身，所以杀人意。不一样，还是有坦度吗？这170的护甲，你想要护甲，你买一个这个抗性就好了。防御装不要买大的，买散的，买小的那种，放身上提升就很大，知道吧？而且这把也有强化，有泰坦就还好。你如果不是吃那种，就不买。然后剑魔的核心装就是，不但小剑要好，就成装的效果也要强。没有人去跟这一下，黑头的巨人，主要有变羊，他还闪了一下，不闪的话其实还有机会，让我去单带吧。想跟应该也能跟，但是这种路人局队友不一定能看到。前面泰坦也挺能跟的，我很紧张。那么多生命都将被我终结。游龙，他这个击杀之后触发移速，太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你换其他装备没有这种移速的。是的，你只要放两个 Q， 你只要给我 Q 到你就死，这你可以试一下。没事啊。就两个 Q 就够了，再加个平 A 死得透透的，就 Q 一 Q 二 A 一下死必死，不死就再 A 一下。无限恨，无中恨，那这样不就有抗性了吗？100多左右够了，已经，这很平衡的。为什么这把的破不是死？十是吗？他没点满。这没点满，这结石炸太快了。好奇怪，我是在想，哎，怎么打了26分钟了？少了8点攻击力。嗯。
就这么简单的，我现在杀杰斯就等于上个赛季杰斯杀我，就这么简单，知道吧？OK， 我碰一下他就快死了，破了11了，就等这个眼出来。就我现在70的穿甲，我猛男冲击触发就70的穿甲，风水轮流转。 这还不算酷吧，凭啥格温血？要不选？酷吧，哈哈，大鱼叉腰，这表情可爱。酷吧是玩格温的？对啊，玩格温刀吗？他这也没有玩，玩。我来，让开！ 拿下路，大伙，大家点个关注。